加油！再一下就到了，还够勇敢，加回去了，可以吗？好能干哦！吃苦就是吃补，知影无？爱困困难困难吃啦，搞搞搞，几要搞啊？爱看过来的爱我妈妈，妈妈嘛是很勤劳、很认真的做事，怎样呆？你想看看，你要想看看，你很辛苦，妈妈也是很辛苦。妈妈一个眼睛从小就没看到，用一个眼睛自己一个人把你们兄弟养大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你要想。想说让妈妈放心，妈妈已经80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要走了。看你不会走路哦，阿妈就不放心，知道吗？要赶快认真的起来。妈妈死的时候，你可以帮妈妈办丧事，知道吗？你很乖，你一定会的，一定会好。要认真的，自己要认真的做。没事就要走，知道吗？你要想看看，想妈妈很辛苦，那你也是要辛苦一点，知道吗？辛苦。才会幸福。本来妈妈是想说，现在可以幸福了，结果你这样子，害妈妈烦恼的瘦了10公斤，你知道吗？讲的话你有没有听到？啊？有没有？他自己要会想，要让妈妈安心，就是要赶快会走路，会做事。不是妈妈虐待你，妈妈是爱你好，知道吗？
走路动就是自己的要做，我是没有办法帮你，如果有办法我可以对你做一切，知道吗？妈妈只有花钱，没有办法替你生病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妈妈刻苦耐劳，你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样。活着就是要开心，要认真的学习，认真的站起来，知道吗？已经到了，你看，走了20分钟。到了，好棒，好棒。坐好，后面看好，后面看好。后面看好，再退后一步。哇，这样啊！这个，这个轮子会跑。